观众朋友一定都知道哦，一般来说，葱价的高点应该是落在夏天。不过在今年秋冬的葱价比夏天还高，怎么回事呢？原来是因为夏天的气候炎热跟病虫害的影响，导致秋冬的葱产量不如预期。不过或许哦，要到年底或是过年之前，葱价才有可能回稳。我们带您看看新北市三支有机农场，则是因为种植时机得宜，在今年的葱产量跟价格都没有太大波动。而实际来到三支有机农场，可以见到青农去年引进种植的三星葱在田埂上长得相当好，而且已经可以采收。为此，三支有机农场的马文泉说，种对葱的品系加上有机葱的价格是相对的平稳，因此产量与卖价都没有受到太大的波动，微调一点点而已啊，没有像说市场的起伏那么大，因为有机的价格本来就会比较平稳一点，没有说因为市场有那么大，然后就把价格调得比较高，也没有，只是说稍微会有涨一点点而已，那这个价格的话消费者都可以接受，这样子的话会增加我们的销售的量。按照往年的价格，全年葱价的高点应该落在夏季，而今年因为夏季气候炎热加上病虫害的影响，导致夏季才种下应该在秋冬收成的葱产量不如预期，而近期才种下的葱，葱苗成本就相对变高，要盼到葱价格回稳可能还要再等等。天气太热，然后下雨天数比较少，然后本来就比较不利于葱的生长，然后再来病虫害相对也比较严重，那严重的话变成说你品质要起来，你要一直喷药，其实有时候要用药的管理，其实有时候还是赶不上病虫害的问题，所以有些干脆就不种了。好，那变成说葱如果用分株来讲要3个月，如果用你用苗的话，要6到7个月才有苗，才有葱可以销售。三支有机农场马文泉说，近年来挑战种植多元作物，提供消费者更多的选择，也就分散农场的风险，才让这个冬季不但有产量稳定的有机葱，还有季节特色作物猪葱更是长得相当好。至于一般葱的价格回稳大概要落在何时，因为葱的生长期就算是分苗种植也要等上3个月，因此年底或是过年之前就渴望见到葱价格回归平稳。记者平涵三支采访报道。